嘿、hey, ，我是 Alicia， 今天要带你们看这个槟城最赚钱的项目。这个项目是投资型民宿公寓，没时间打理，不会经营，或者担心租金少过工期，这些顾虑我们这个项目都可以帮你解决。地点位于冰岛市中心，步行十分钟就可到达信士桥、古迹区、壁画街等等，同时也非常靠近医院。根据数据显示，这地区入住率可高达70%到90%。户型方面，我们有 Studio 和双钥匙多 key 的格式。Studio 一房377方尺，可容纳3到4个人，每日平均租金是200至300。而70%的入住率，每月大约可以获得4200至6300的租金回酬。多 key 双钥匙单位603方尺。可容纳4到6个人，每日租金大约300至400，入住率70%，大约每月可获得6300至8400的租金回酬。我们每月的工期只是大约2100至3300，每月的租金回酬已经足够帮你分担。Nice. 而且你也不需要烦恼去寻找这些租客，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帮你打理。一站式的配套里面包括打广告、宣传、包家具、家私和包出租，租客 check in check out 或者清洁打理，这些都不需你操心，你只需要每月检查你的银行户口，不需担心工期和管理。目前单位不多了，赶快联系我们获取更多资讯或安排参观展示厅。